明明和穆姐跑了，我们在后山发现一条暗道，他们应该是从那儿跑的。不过既然敌人的天狼行动针对的是省人民代表大会，他们一定是往省城方向去了。老柴，你先回四方台休息几天，我马上带人去追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也去追。 往哪边去啊？顺着这边找吧。关键是咱们不知道穆杰往哪边去了。哥，队长，这是嫂子的簪子。你确定吗？嗯。看来他们是往这边走了，追。 这就糊弄过去了，走！别追了！啊！我们上当了，怎么了？他拉着一个弱女子，不可能我们跑这么远还追不上。对呀，快回去，走！ 王八蛋，又让他跑了！回去汇报胡主任，走。陈元帝，跟我斗，你还差得远呢。 小敏，你怎么了？阿杰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还有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当初你可是对我说要找到穆家老库，跟我远走高飞。可你现在要找的是毒气弹这么害人的东西，你还说你没有骗我？小敏，对不起。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，我必须要完成任务。阿杰，我们从小到大感情一直都很好，而且中间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又在一起了，我们应该珍惜才对啊！阿杰，放弃你的任务吧，就算是为了我，难道你不想跟我在一起吗？小敏，我很想跟你在一起。 但是我必须先完成任务，你懂吗？你为了完成你的任务，你连我都可以牺牲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宁可伤害我自己，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你让我下船吧，你去完成你的任务，我不会妨碍你了。你不肯原谅我，小敏，你下船。 是不是想去找陈元帝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根本都不了解他。从小到大，我只喜欢你一个。你不要骗我了，我知道，你是要去找他的，你去吧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小敏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宁肯伤害自己，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不相信你还不行吗？ 可是我还是害怕，你的任务会害死很多人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不会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人死，那也是在战场上，军人死在战场上是很正常的。我不会去伤害无辜的老百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滥杀无辜的。如果穆杰经水路逃往省城。
那他有可能上岸的地方是这里，还有这里。那我们就从陆路赶上去，一定要赶在他前面。在省城，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。洪恒，如果在省城抓捕木姐，一定要小心点梅敏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是我的妻子。我明白。不管他是谁，梅敏都是无辜的群众，他是敌人手中的人质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人质的安全。 立刻发报给在四方台的胡主任，向他汇报我们追击木劫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马上电告省城，让他们加强戒备，严加部署。是。上来。小心啊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怎么中途上岸了？不是还没到省城吗？ 陈元帝看到我们上了船，肯定以为我们从水路去省城的，会在渡河堵我们。现在我偏要走陆路，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跟我比，他差远了。走吧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呢？这个任务太可怕了。小敏，你不懂。你想想看，我潜心万苦，九死一生，冒险潜伏下来，好不容易得到了毒气弹。 如果没有机会实施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。难道你只得到了毒气弹吗？你不是还找到我了吗？如果不是这次任务，你也不会重新见到我。我们俩在一起不比什么都好吗？再说了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，你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的。放弃吧，阿杰。就算是为了我。 发来电报，有个敌特分子木杰，携带着毒气弹来省城搞破坏，所以我们必须协助四方台的同志们，在第一时间抓住木杰，缴获毒气弹。局长，再过三天，省人代会就要召开了。对，还有三天，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将在省城召开，木杰来到省城，就是想利用毒气弹袭击这次代表大会。 如果他得逞，那么多的重要领导同志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，而造成政治上的影响，这是更为严重的。此外，木杰这个特务还挟持着人质，所以我们必须还要保证人质的安全。是。省城各路段已经部署完毕，沿途可能落脚的地方也已经加强了警戒。好，继续保持警惕。 现在各方代表都已经到了省城，我们要做好一级戒备，谨防特务分子破坏。请局长放心。好，在这场战斗中，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的革命同志，四方台的张书记、赵县长，还有我们的代价太大了。杨局长。 我们保证绝不让木杰的接近得逞。好，来，同志，请跟我来，这就是您的房间，还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一声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您休息吧。
怎么样，小米，饿了吧？你累不累？小米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往后我一定不再让你受苦，我会让你住大房子的，做阔太太，过最好的生活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这些，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傻瓜，我怎么能让我最心爱的女人过苦日子呢？你放心，等那边一安排好，咱们就过去，再也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。可是阿杰，我们就这样走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还要跟你的组织联系呢？没事儿，就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，很安全的。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。小米，这段时间你是太紧张了，也太累了，没关系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啊，行了，我去洗把脸，你先歇一会儿。你是李洪和同志吧？啊，你好。我是市公安局的苏瑞，这是刘征，来接你们去局里的。啊，这位是陈元帝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陈家妹同志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一接到你们的电报，我们立即在全市展开了排查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目击的下落。啊，车在那边，啊，咱们边走边谈。好，好，走吧，我来帮你。哦，谢谢啊。嗯，小米，你也去洗洗吧。你骗我，你不是已经把毒气弹给埋了吗？你答应过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原来都是在骗我。小米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木槿，我要离开你。小米，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开我？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。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，男的带了这么大一个皮箱？啊，请问他们长什么样啊？啊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大概像我这么高，有没有住这儿？啊，他们就住那间。小米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走。我不走。小米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好了，看来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嗯，这儿人多吗？啊，这儿城郊没人来。给你，哎，别跟人说我在这儿。哎哎，好好好，哎，知道，去吧。哎，小米，小米，对不起，小米，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情况危急。木槿，从小到大，我们青梅竹马，我一直喜欢你，这辈子我心里从来没有装过其他的人。我为了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背叛了所有的人。即使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，一直在说谎，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相信你，因为我怕我这个梦破灭，
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。小米，你完全误会了，你误会了。我其实拿这个毒气弹，我这次拿这个毒气弹，我不是要去害人的。那你拿来做什么？我是要去交给组织销毁，我怕你担心，所以才假装埋了。我真的是怕你担心才瞒着你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个毒气弹，它会害死很多人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去扔掉它。小敏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我在你心里有那么坏吗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一会儿我就把毒气弹上交给组织。啊，你也知道陈元帝四处在抓我。小敏，我得先化个妆，你等我会儿。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两个都认识木槿，分头行动吧。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我是市公安局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陈元帝呢？我要见陈元帝。你认识陈元帝？我要找他。陈元帝呢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有紧急情况，请把他叫出来。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这就叫他过来。我听不见，听不见啊。走吧。啊，
陈同志，啊，有个女人急着要见你。一个女人？对。她在哪儿？就在那边。走。你问她叫什么了吗？我问了，她没有说。她长什么样？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头发，身材挺苗条的。我去找她。刚才还在呢，现在人没了，会不会先送东西去了？我看他手里拿了个包裹。手里拿了个包裹？嗯。坏了，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你快去局里通知杨局长，加派人手沿街搜索，抓捕目击。快。什么情况？会场内已经布置妥当。外面呢？哦，刚刚遇到一个笼子，有点奇怪，但查了没问题。一个笼子？对。长什么样？个子高高的，留着胡子，年纪不小了。哦，所有的制高点角角落落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。主席台后面我安排了十个警卫，左右两边我又各增加了十个警卫。好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这样好。会场排查了三遍，动用了所有的技术力量，相信木杰很难在那儿下手。木杰一定会释放他的毒气弹，所以你们必须认真地排查每一个人，绝对不能放松警惕，要注意警戒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礼花仓库在什么地方？在那边。啊，
那边是吧？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这是主会场，凡是入场的代表都要用入场证才能进入，上面有照片，他应该混不进去。同志，礼花仓库是这儿吗？礼花仓库啊。是啊。啊，我是礼花工厂的，我能进去一下吗？出示证件。哦，这个是我的证件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厂里昨天检查礼花，发现这批礼花里面混进了一个次品，是检验部门的师傅啊不小心搞错了，厂里就及时派我过来换一个。您看，这个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知道这礼花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是是是，我知道，省人民代表大会多隆重的事儿，我们厂长已经严厉批评了我们检验部门的人了，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您放心，放心。那你过来吧。哎，好。幸好还没放。哎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喏，都在这儿，赶紧看看吧。都在这儿了是吧？嗯，啊，好，我看看啊。出示证件，同志。有情况吗？没有。证件，啊，您的证件。啊，您的证件，同志。请等一下啊。好，好。哎，同志，啊，看一下你的代表证。啊。这位同志，您的证件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好。有次品吗？有次品的都要换。没问题的，就留下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个，我们检验部门说好像就一个次品，我找不着在哪儿啊。同志啊，你们这个礼花从哪边开始放啊？这边。啊，这边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我先从这边开始看啊。哎，好像是这个啊。哎，没错没错，你瞧这编号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这下没问题了，保证代表大会热热闹闹的，啊，好，这些都没问题了，好，我走了，走吧，啊。全部离开了。好，好了，去吧。是。晚上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刘征，哎，你维持好现场的秩序，晚上别出什么意外啊。好。哎，代表大会终于开完了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
去向陈元帝告发我，我是绝对不会杀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任务我必须完成，为了这一天，你知道我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我把自己的命都赌上了，我赌上了自己的命。别欢呼了，你们都要死了，知道吗？一切都结束了。报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陈元帝。元帝，李红河，陈家妹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你们是来欣赏我的杰作的吗？别以为你们抓住了我。是，你们是抓住了我，没错。但是你们救不了下面所有的人，包括你们自己。今天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死，也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在第25颗礼花里放了毒气弹。陈元帝，最后的赢家是我穆杰，你输了。不相信？就是这一颗，砰啪，看到了吧，毒气已经散满了整个广场，方圆十里将无人生还。毒气将会进入你们的呼吸道，你们的肺，你们的毛细血管，你们的每一个细胞，大家都要抽搐，大家都要颤抖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没人会死，你怎么放进去的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拿出来。陈帝同志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在街上遇到一个聋子？对，今天你跟我说过，怎么了？当时我觉得有点怪，但还是放了他。怎么了？刚才我去后门的时候，我看见有人在和李花仓库站岗站着对话，我突然间想到，他像是那个聋子。那就不对了，聋子怎么跟人对话呢？所以我就怀疑刚才那个人有问题。红河啊，仓库那边有点事儿，我先过去一下。好。干什么呢？同志，刚才有没有人来过？礼花厂的人来检查过礼花。那人呢？在你们来之前他就离开了。长什么样？是不是留个小胡子？嗯，是。坏了，进去啊。刘征同志，立刻派人对这批礼花逐个进行检查，还有让礼花厂调一批新的来。是。这就是毒气弹吗？对。红河，我觉得穆杰肯定没走，他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功。刘征，这附近能够看得见广场的，但是又不会遭毒气弹袭击的制高点有几个？大约有4个制高点。很好，封锁其中3个，留出1个空档，我们来个瓮中捉鳖。嗯。
亲手放进去的，我亲手放进去的。不可能的，你该死了，你们都该死了，你们应该浑身抽搐，浑身发冷，你们都要死了，都死了，别欢呼了，你们都应该死，都该死。陈元帝，你该死。你梅敏在哪儿？你把她藏哪儿了？首长好。陈帝同志，你在神剑行动中的突出表现我已经了解到了，你为我军的情报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斯大林曾经说过，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，他的作用比一个装甲师还要大，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十分合适啊。谢谢首长。陈帝同志，现在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。穆杰虽然已经死了，但一直指挥他的国民党特务蓝沙，他又策划了一个名为蝴蝶的大型破坏活动，他的目标就是要破坏新中国的国家海防安全。这次破坏活动的影响巨大，所以你将面临着更大的考验，希望你能够击溃敌人的阴谋，保卫共和国政权的稳定。明天你就前往南丫岛报道。是。你要记住，你已经不再是一名军人了，今后你是地质学家林海峰。是。地质学家林海峰，领命。
要多久春暖满青苔，多深悲哀转身往海，晚风轻柔又踏了等待，夜路晚转谁去影又在，跳入悬崖，谁过弯